么？我说不行，我说不行，帅哥我要抽烟。啊？帅哥我要抽烟，不行，不行，不行。怎么回事啊？不行。外面很危险的，小朋友。外面不行，你不行。好的。不行不行不行。进。不行不行。你先进去，你手会受伤。你在干嘛？我抽一下烟。不行不行，我说不行。什么？我说不行，我说不行。帅哥，我要抽烟。啊？帅哥，不要抽烟。哦。不要抽烟。好。我说，你不行抽香烟，你要抽。好的，那你先进去呗，我等一下就进去了。来，你跟我们走吗？你不想来？我在前面等你哦。这边现在还蛮安全的。那你要做什么？你想要打电话，还是去叔叔家玩沙子？爸爸牵手要吗？你想清楚再跟我说，我们可以等你。住嘴啊！你要跟我还有妈妈一起走吗？你在想玩具的事情，是不是那个哥哥把你的车开走了？你还在想？我知道你很想坐那个车车啊，我们还会带你坐更大的车车。他在讲刚刚那台车车，就是哥哥开走的那一台公车。真的？这个车子对你为什么那么重要？好复杂的问题。你是大人啊，你是2岁的大人，那个车子对你来说很重要，对不对？手可以吗？猜错了，整个爷爷奶奶都带你去小叮当那边了。小叮当好久了，很好。亲爱的，我姐妹花心，伤心了啦，我不要管你了。嗯，伤心了。因为你没有香蕉吃就伤心了是吗？可是是你自己晚餐不好好吃，不能怪别人。亲爱的，我姐妹花心伤心了啦。芒果，你故意的。芒果，讲讲看。芒果故意。芒果你就会讲。我要看，你先告诉我你是不是会讲。对，混沌生南果，吃来发几只？是红豆生南果，你忘了哈，对不对？绿豆汤生南果，